主料，饺子250克，辅料，油，酱料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饺子，这是头天煮好的饺子。锅里加油，放上饺子，一面定型后，翻面再煎。准备自己喜欢的酱料，我这是酸酱。装盘，烹饪技巧，简单快捷，小火慢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